ご覧の番組は聖パカク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好了，健检没有了，健检的包含项目都直接比较简单的讲，就先问客人，嗯，开启有什么异样怎样，其实没有的话，其实你不用检查到很多了啦，他看不到的地方，比如说刹车他自己一定看不到的，比如说电池容量，你看很多一量，不管叫多久，现在量嘛，现在目前是量好，剩下75%电池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本子，先把车号检查的人看是谁。泰山就写泰山，科比写科比，啊，这里程数，好，啊，今天日期，好，啊，检查项目，好，就是包含机油啊、变速箱油、刹车油、动力方向盘，好，水箱水、雨刷，好，包含雨刷的水跟那个好喷嘴套啊，胎纹的深度，好，假设深度就会去看嘛，如果深度不够的话，就会建议嘛，这边就会写建议这样啊，比如说轮胎比较薄了，建议更换，或者年份比较久了，建议更换就会写上去，发电机，哈，电池跟发电机是一起的，电池就是现在我们刚刚量的，算还正常，剩下75%嘛，这个就要写上去，他才知道，等一下发电机发动的时候，发电机的产量够不够，好，来令变前后的来令变我都会写啊，前面大概剩80%、90%，我知道你有量，没有看啊，就一个一个看，知道，都要去看啊，因为一般刹车皮大概就是。类似像1公分，嗯，看它剩余的厚度嘛，就去判断了，啊。啊，其实就是大概看一下，也比如说，大概60%，一半，或者是怎样，对啊。皮带，皮带是看得到吗？皮带，啊，皮带一般外皮带啦，正时皮带你应该看不到的。现在车很多也没有皮带可以看的，都是外皮带而已。皮带看一下，如果精略或比较老化，就建议更换，就这边就会切了。啊，再来就是啊，灯光就比两个要配合了，一个在里面看嘛，全部的小灯啊。大灯啊，小灯、大灯、远灯，还有雾灯、倒车灯，对，都要全部都要灯都要 OK。方向灯，对，那避震器要去看一下有没有漏油。现在好天气比较好看，如果下雨天真的是水跟油就比较难看到这样。哦，就这样。检查项目，其实这个有些车其实都交不没有多久，其实回来看一下蛮快的。嗯，对啊。啊，我有三组应该之前过很多次了。有没有买很久的，然后还有回来看？有啊，那天那个之前不是有一台异物？对，我赖给他，他说有空可以回来。来检查的，他说我还可以检查，回来检查，因为那是现况，可以啊，免费检查到没有问题。我还卖过那个回去改机人车，他说啊，检车也可以回来检检，我说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只要我们售出的车都可以、啊，都可以。对啊，对啊，免费检检是 OK 的。好，不是说因为你是当做一类车，我们就不会理你，不会，我们还是欢迎你回来，好吧？好，就是这样测试。对啊，有异常啊，怎样？就是建议如果你。过年期间你不换，假设轮胎没换的话，危险，刹车皮或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建议而已。对，我们就是帮你评估嘛，你车的状况，如果这边都是没有问题，一般来讲开这里比较放心了。所以不会强制啊，不会强制。不会说啊，你一定要逼我进来，对，要花个3-5万才可以出去，没有，不会哦，不会，都是免费的，免费不是换机油哦，免费是健检而已哦。哦，对 ，OK， 好，好，我要给他们健检好了，好，耶，阿忙嘞，真棒，好嘞。ご覧の番組は聖パカク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